学习这个歌唱的卡拉 OK 的歌唱的这一起来哈，觉得说大家的一个每次上课的活动的情形都很热络啊，大家都情感的也不错啊，利用这个卡拉 OK 的一个歌曲要抒发一下情感啊，纾解压力了啊。老师在教的过程也很认真哈，老师他很用心在教，也学会一些唱歌的技巧。蔡老师他在卡拉 OK 这个区块，他会教我们一些基本的。那个唱歌的技巧哦，比如说换气啦，或者是那个基本的一些乐理的东西，那是平常在唱歌上比较难以学习到的东西。